Hi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 PTS 的特約報導員。Hello， 我是 Rick。阿 Rick， 我想問一下咧，台面啲 gear 咪介紹過咯，又擺出嚟做咩啊？嗱，你望真啲啊，咁今次其實我哋就介紹翻 Full Concept 嘅 QD Slim Man 同埋45度嘅 Slim Man 嘅。咁其實佢呢兩個咧就是、用緊全金屬嘅製造，咁係6061鋁製嘅 CNC 加工去做嘅。咁、其實呢個有咩好處啊？就是、我知，即係佢可以好精準啦，每一個系數都唔會出錯。同傳統嗰啲咧，就會好容易360度自己轉到嘅，就傾曬成啦。係啦，咁就限死咗嗰個 QD 扣移動嘅方向，咁、令到佢冇咁容易走位嘅。安裝方面咧，即係其實我都好驚咧，一啲即係好似我咁嘅新手，唔會識得好複雜嘅安裝方法噶嘛。呢個會唔會好難裝㗎？唔會嘅。咁其實M-Lock 的版本呢，就是因為它本身的數呢就跟足 MacBook 的 M-Lock 的規格啦，所以呢任何市場上面任何一款的 M-Lock 骨呢都可以裝到的，包括我們 PTS 那些都可以。至於1913的版本呢，就是你只要你條骨上面是有1913的 Well 都可以用，都可以裝到的啦。 M-Lock 的話呢，就你扭回鬆那個、螺絲，扭回鬆它，攞翻松翻去啦，咁然之後咧，插落去個 M-Lock， 插落個 M-Lock 個骨嗰度，跟住再扭翻實佢，扭翻實佢，咁又會實咗，咁唔會再跌翻出嚟噶啦。好方便喎、啊、呢、這個，冇錯。咁可唔可以講埋第二個安裝方法？咁第二個咧就係、佢因為呢一個咧就比較再簡單啲嘅，就係佢呢個你只要扭翻鬆曬，扭翻鬆曬佢之後。有啲魚骨上面都會有啲 QD 扣嘅，咁其實而依個1913依個咧嘅好處就係我中意喺邊一個距離嘅時候都可以安裝到，即係例如我中意喺中間位置度擺落去嘅話，我唔中意喺頭嘅，我中意喺中間位嘅話，咁我只要加咗依嚿嘢，咁我已經做到個成個配置又 set 合到自己嘅身形，即係 set 合到自己嘅位置嘅啦。咁真係唔怕搞一大輪都裝唔到上去喎。冇錯啦。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咧 ，Full Concept 嘅出品就梗係由美國製造嘅啦。係啦。好，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呢兩款產品嘅話咧，就可以即刻上翻我哋 PTS Steel Shop 嘅官網、IG 同 Facebook 度選購啦。如果有咩問題都可以去揾翻阿飛店長問下噶。咁我哋下次見啦。拜拜。拜拜。